导演林岭东上月离世，终年63岁。佢嘅家人于1月10日为佢举行大殓仪式。杜琪峰夫妇、尹扬明、郑宝瑞等人都早早到场送别好友，而周润发则赶返去澳门拍摄，未能够出席呢日嘅仪式。仪式开始之前，亲友喺走廊摆放咗3个大屏风，挡起灵堂门外，以免亲属被拍摄到。之后，杜琪峰嘅助手神情哀伤，出嚟代替林太传话：我知道你哋要走晒，但系风扇真系唔中意，俾我哋安心走。林太希望大家你哋都查安心，走埋以前嗰啲嘢都查过啦，同埋尽量真系影咗一张就算，咪真系好尽量，真系影咗一张就算。仪式结束之后，工作人员将灵车驶到停车场，亲友亦于车窗贴上白纸，避免车内被影到。亲属的意愿是想一切后事低调进行，将于1月26日举行的追思会，亦都拒绝花牌或者传媒采访。